好，下面我们正式啊来这个观修啊，这个修自他相换的这个菩提心。那么啊，这个首先的话也是皈依和发菩提心，然后啊，再一个就是正式的来观修。那么啊，前行皈依和发菩提心，正行的话啊，首先缘痛苦的友情啊，修自他相换。观想自己面前有一位能令自己升起悲心的特别痛苦的友情，例如重症患者、囚徒、正在被宰杀的众生或者地狱的众生。观想自己一切快乐的因以及快乐的果，快乐的因就是自己的善根，快乐的果安乐、善妙、身体受用，如脱衣服一般全部起出来施与他，令他享受幸福安乐。而他所有的痛苦以及痛苦的因、业或烦恼，全部取受来自己代受。通过这样观想，让他的痛苦与自己的快乐相互交换，就像换衣服一样。大家啊，观想一下。好，接着以呼吸法来修自他相换。经常这样观修，到了一定的程度啊，就是观前面的啊，到了一定程度观修纯熟的时候，再配以呼吸法来观修。自己向外呼气的时候，观想自己的安乐、善妙、身体受用以及善根全部呼出去啊，送到他的身上施与他。那么向内吸气的时候，观想他所有的一切的痛苦以及痛苦的因、业或烦恼一并的吸入体内，自己来承担，由此他就已经离苦得乐。那么啊，这样首先从一个众生慢慢慢慢范围扩大，两个、三个、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最后尽虚空变法界的一切的众生轮番次第修持啊，这个施受法，也就是说呼出去自己的善根和快乐啊，吸进来众生的苦因苦果，最后一切众生的痛苦以及苦因自己来代受，自己的快乐以及快乐的因都施与众生。大家啊，这个来观修，修一下这个施受啊，这个施受法，也就是用呼吸法来啊修自他相换。首先从个别的众生啊，愿这个可怜众生这样修，然后再啊，就是两个、三个、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来修，最后愿一切众生这样来修施受法。好，这个是在坐上修，然后在坐下的话，也是我们等一下也修一下，在实际生活当中修自他相换，将苦乐转为道用，这个我们也来观修一下。当自己遇到不如意以及痛苦的时候，观想三界轮回当中许许多多正在感受这样痛苦的众生，所有的这些众生该是多么的可怜，愿他们的一切苦难承受于我的身上，
愿所有的这些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曾内心深处如是反复这么观修，平时自己生病，内心生烦恼，或者遇到违缘的时候，这样修，苦乐就转为道用了。那么自己苦的也有价值，是在代受众生的苦。当自己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候，则观想以我的这份安乐，愿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获得安乐。啊，那么这样修，这个自他相换的菩提心功德是很大的。平时还可以经常念诵下面两个偈颂来锻炼自己。阿穷堪布前行备忘录以及赤身罗珠堪布的自他相换的修法当中都有这两个偈颂：乐使安乐回向众，但愿利乐满虚空；苦时承担他痛苦，但愿苦海习干涸；但愿等同虚空诸有情，离苦苦因成熟我相续；但愿我之利益善资粮，为母有情习得而成佛。那么经常这样念诵串习，大家最好能够背诵这两个偈颂，这样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下面大家啊观修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把自己的苦乐转为道用，痛苦的时候啊观想把众生的痛苦都自己来代受，快乐的时候把自己的快乐分享给众生。好，观修一下。那么前面主要我们就是缘痛苦的有情来修自他相换，下面啊这种方法就是啊七念法，也是从字母念恩，这样用七念法来修自他相换菩提心。那么最初也是先要知母念恩，升起想要报恩的信念，这样我们自然就希望母亲离苦得乐。那么这种拔苦的悲心，就是愿意把母亲的苦拔出来成熟在自己的身上，愿意把自己的快乐给予母亲，这样就很容易升起自他相换的菩提心。那么首先啊，圆自己的母亲知母念恩，我们这位母亲起初在我无衣可穿时，他得到一件衣裳也会给我，我口中无食，哪怕有一点点儿美食也是给了我，所有的财产受用毫不吝惜地给予了我，就是算让我登上了转轮王位，母亲也不会觉得给予太多，一切的幸福安宁快乐的事情通通围绕着我，苦难罪恶恶语等一切苦楚，母亲她自己默默地承受，所有亏损失败母亲自己承担，一切利益胜利奉献给了孩子的我，这是惋惜。那么现在该轮到作为孩子的我来报恩了，母亲的痛苦务必要由我来遣除，以大悲心来代受。想一想母亲有没有快乐，有没有痛苦呢？看看现在的老母有情，她无有快乐，只有痛苦，她被现世的生老病死的痛苦追逐着，中阴的痛苦连接着，后世转生恶趣的痛苦在等候着，母亲正被啊三苦之果，就是苦苦坏苦行苦，以及
贪嗔痴啊，和他们所产生的十不善业的苦因折磨着。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观想啊，就说以四种观念来观想，但愿老母有情远离苦因和苦果。如果他能够远离苦因苦果，那该多好啊！我一定要使他远离苦因及苦果，祈祷上师三宝加持母亲能够远离苦因和苦果。当然，只是遥远的呼唤还起不到有力的作用。但愿深恩母亲的苦因及苦果，树在当下，就在此地，就在此坐垫上成熟于我身。如果能够成熟于我身，那该多好！我一定要使他的苦因和苦果成熟在我的身上。为了做到这一点，虔诚地祈祷无期的皈依处的上师三宝，愿您以大悲威德力关照，但愿我现在微乎其微的快乐，直至究竟佛子菩萨的安乐和究竟圆满佛果之间的一切的安乐，树在当下，就在此地，就在此坐垫上，成熟于大恩母亲的相续中。如果能够成熟，那该多好！我一定要使之成熟。为了做到这一点而虔诚地祈祷上师三宝。为了便于啊容易修成，在这个基础上，应该这样结合呼吸法来观想。老母的苦因及苦果以黑气的形象向这边呼过来，与此同时和我自己的气一并从鼻孔吸进体内，如此一来我就具有了苦因和苦果。老母亲离开了苦因及苦果，如同太阳脱离了罗侯罗的危难一般，母亲的痛苦要由我来承受。心里要想，母亲的痛苦我要承受，在行为上母亲的痛苦我要来遣除，反反复复加以思维。之后再以大慈心施舍，但愿母亲具足真善身的决定胜之间的一切的安乐。如果母亲具足这些安乐，那该多好！我一定要使母亲具足这些安乐的因及安乐的果。为了使她具足安乐，虔诚地祈祷上师三宝，但愿母亲具足信心、出离心、珍宝菩提心这些乐因。如果她具足这些乐因，那该多好啊！我一定要使她具足安乐之因。为了使母亲具足乐因，虔诚地祈祷上师三宝。在此基础上，还要观想我身体的快乐、内心的快乐等真善生决定胜之间的乐果和信心、出离心、珍宝菩提心的乐因，一并奉献给慈母，回向给慈母。那么在观修的时候，也啊，就是说光我来奉献，母亲获得的时候，也结合呼吸法来观修。我的福寿荣华，身体受用，幸福安宁，一切快乐的事物以白气的形象，如同香烟冒出来一样，从鼻孔当中出来，气向外排散运行的同时，母亲一并向内吸气，由此我离开了乐因及乐果，母亲如同穿上衣服一般获得拥有了乐因及乐果。心里要想，为老母有情谋取乐因及乐果，行为上必须从细微的快乐起，为老母承办。啊，前面就是遣除苦因苦果，
让母亲获得快乐的因、快乐的果，这样来观修。那么首先是缘个别的啊自己的母亲，之后再扩大对自己的父亲、同胞兄弟等等，逐步修行拔苦的悲心和与乐的慈心，希望他们具足暂时真善身等直至究竟决定胜之间的安乐。如果他们能够具足这些安乐，远离苦因苦果，那该多好啊！我一定要使他们具足乐因乐果，远离苦因苦果，为了使他们离苦得乐，虔诚地祈祷善事三宝，再观想自己的身体受用及善根施予给他们。那么在结坐的时候，尽量以这四种关联啊来观修。但愿遍布虚空际的一切的有情的身体的病痛、心理的痛苦、意愿的违缘、堕落的罪业，一切障碍束在当下，成熟于我的相续。我的快乐、乐因、乐果都给予他们。如果苦因苦果能够成熟于我的相续，那该多好啊！我一定要使他们所有的罪业、痛苦成熟在我的相续。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虔诚地祈祷善事三宝。随后啊，配合呼吸法来观想，众生的一切的堕罪，以黑气的形象从自己的鼻孔而入，渗透融入到内心中，爱中执着我的这个力魔当中，就好似普鲁放在染料当中一样，我就具足了苦因及苦果。然后在呼吸的时候，把我的乐因及乐果都给予了啊一切众生，也就是说呼出去的气的时候，就把我的乐因和乐果给予了众生。通过这样观修个别众生到一切众生，好，大家观修一下啊，这个是比较长，成字母念恩报恩，然后啊，这个就是说，把母亲的苦因苦果自己承受，自己的快乐的因快乐的果给予母亲，配合呼吸法，然后再把这个范围扩大啊，这个大家观修一下。好，回去还有在的这个观修，最后回向善根。
苏伦德耶他家在巴尼托雷尼巴扎伦佩斯江杰卡拉杰瓦伦彻巴耶彻比彻瑞卓瓦卓瓦修文殊师利勇门之普贤慧贤依佛染我今慧贤诸上根随彼一切曾修学善事诸佛说承担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慧贤诸上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恒世相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愿殊得金刚持